Hello，你好。小燕，你好。那个一个朋友的委托过来给你连麦，然后带来一段小节目。我是一名魔术师。好的。对，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小燕。好的，谢谢。说到魔术的话，你平时看魔术看的多不多呀？嗯，也不是很多吧。也不是，那趁这个节点，咱们体会一下魔术的感觉。OK。好。我调整一下镜头。好。调整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魔术呢，跟你进一个小小的互动，看能不能瞒过你的眼睛。好。这个魔术是这样的，首先我用到三张卡片，这三张卡片它的颜色能看到吧？能。OK。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啊，三张牌，两张红色的六，一张黑色的 K。接下来你的工作呢，就是盯好我手里的黑色的 K 就可以了。我会尝试着让你去猜它的位置在哪里，答对有奖。盯好啊，黑色的 K， 总共三张牌，非常简单。一张 K， 两张六，接下来呢，稍微的摆放一下。这种情况之下，很明显它就在中间，太简单也太容易了。接下来呢，稍微的增加一点难度，我把 K 呢提前反过来，再反过来一张六，稍微的转一下。来，小燕 ，K 的位置在中间还是边上？此时此刻，在边上吧。中间边上，你猜边上对吗？答错了啊！啊！魔术的世界，眼见未必为实。这样，那我做的慢一点啊。好。定好了，这次把 K 定好。这次把 K 呢，我提前反过来放在这里。两张六呢，我再反过来一张。做的动作很慢，够慢了吧？来 ，K 的位置在中间还是边上？在边上。仍然在边上吗？对。我们来见证一下，不好意思，怎么回事？不是，好，怎么回事？我直接告诉你，其实这个魔术呢，我用了四张牌跟你互动。四张牌？对，因为这里已经没有 K 了，这是三张牌，六六六。哇塞！魔术嘛，啊，有没有看到第四张牌的出现的一个痕迹？没有吧？没有，因为很快，这是三张六。刚才黑色的 K 呢，很快的速度转移到了下面，在这里。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这样，我看不出来。你如果你看到就翻车了啊！这样，你眼睁睁看着这张 K 的反过去，转移走。现在是只有 K 正过来，其他三张牌反过去。盯好了啊，它还在，对吧？对。接下来这四张牌呢，我打个响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背面就看不到 K 了。背面看不到，看一下正面。一张、两张、三张、四张，正面的也看不到。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小严，这是第一张六，这是第二张六，这是第三张六。此时此刻，我手里还剩下一张牌，你觉得我手里这张牌它是什么牌 ？K。但是它不是 K 了，已经转移走了。但是它也不是六，这张牌呢，它既不是 K 也不是六，而是一张非常特别的牌。这张特别的牌代表的是最特别的你。哇塞，陈小燕，厉害，真的很厉害。OK， 那接下来这个魔术正式开始，接着这张代表你的牌，我们开启接下来一段比较温馨的表演。OK， 那接下来这个魔术呢，我们会用到一整副牌，一整副牌里面呢有两张红色的勾，可以看到吧？可以。勾的英文名字代表的是 Jack， 帅气的骑士，在我眼中它代表的是支持者、保护者的意思。那接下来这两张红色的勾呢，先放在这里，等一下会用到它们。除此之外，一整副牌每一张都有，每一张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代表的是茫茫的人海当中。那一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茫茫人海当中的一份子，当然呢，包括小燕也不例外啊，属于茫茫人海当中，像这样。接下来呢，简单的把他们打乱一下。我说过这里的勾代表的是支持者、保护者、守护者的意思。支持者呢，从茫茫人海当中支持了这么一个人。支持的这个人，因为他的美丽，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独特的魅力，从人群当中脱
脱颖而出。那守护者、支持者从茫茫人海当中支持的这个人呢，不是别人，而是哇塞，最美的你。我说过这里的勾丹代表的是支持者、保护者的意思。那今天的这段节目呢，你知道是谁的给你带来的吧？是你直播间所有支持陪伴我们小燕的所有的直播间的家人们给你带来的这份小惊喜。在你生日的特别的节日里面呢，你直播间的家人代表他们发自内心的希望陈小燕呢，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也发自内心的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健康幸福。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当然也代表你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所有陪伴支持我们小燕的所有的家人们，祝福我们的小燕呢，祝福你永远就像一朵花一样，永远的娇艳美丽，青春永在，笑容常在。当然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小燕你肯定也有你自己的梦想对吗？这样接着图片上这个玫瑰花呢，借用你一口仙气来。是的，一口仙气过后呢，你会发现它冒出来一缕青烟，这缕青烟代表的是你的烦恼将会伴随着它从此烟消云散。更特别的是，代表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祝福我们的小燕，祝福你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梦想成真。这朵漂亮的玫瑰花呢，也预示着我们的小燕每天都能有一个开心快乐美丽的心情，它的颜色也预示着你的生活事业将会红红火火，怎么呢，就是一路长虹。今天是你的生日呢，也代表你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给你带来了一份贺卡，你看一下。当然这个贺卡它不是普通的贺卡，而是看一下，而是我们小燕专属的一份贺卡，我打开看一下。贺卡上面印了一条帆船，能看到帆船预示着我们在直播间所有的家人陪伴支持守护之下呢，小燕你就奋勇直前，然后呢再次扬帆起航，有他们的支持陪伴守护，你前行的道路相信一定会更加的一帆风顺。好的，谢谢。是的，代表对直播间所有的家人给我们小燕带来的一份专属贺卡，希望你扬帆起航，前行道路一帆风顺。那今天是你的生日，在你直播间家人们的眼中，他们眼中的世界都有你的影子，就像接下来这个场景一样。你生日这一天，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像这样子，满眼的是你。是的，在这里代表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福我们小燕，祝福你的生活事业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会越来越好。是的，在你生日这一天，代表你直播间的家人特意给你准备的这一份小惊喜和祝福，希望你能够喜欢。小燕喜欢，喜欢，特别喜欢，谢谢。所以呢，也借助这个魔术祝福直播间所有支持我们小燕的所有的家人们，同样的也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今天是我们小燕的生日，当然这一枝花不足以承载对你发出来的祝福。来，
再次代表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祝福我们的小烟，祝福你的人生都能够花开四季。谢谢谢谢。是的，再次祝福我们的小烟生日快乐。好的，谢谢。的在这段表演真心的希望你每天开心快乐，越来越好，健康幸福。小烟好，谢谢。节目的最后再次祝我们的小烟生日快乐，那你接下来的黄金时间就不顾得耽误你了，越来越好。好的，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告退了，越来越好。好，拜拜拜拜拜拜。